以下一位参赛者张芸京。金晨老师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现在粉丝真的很多，你最喜欢的经典女歌手是谁？苏芮。什么歌曲？一样的月光。加油，张芸京。我今天演唱的歌曲是一样月光，然后我唱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非常崇拜就是苏芮姐，就是她全是摇滚，让我觉得超酷的。执着于摇滚乐的芸京玩乐团已经有两年的时间，相较于之前的深情演唱，今天她将展现 rocker 精神，带来爆发力十足的歌曲。时候二十万般都离我远去，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，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，沉寂的大地在寂静的夜晚默默地哭泣，怎么样？进行的挥洒的感觉很好哦。林隆璇老师都已经起立鼓掌了。他跟我有同一个那个偶像苏芮小姐，所以我想我们的经历跟年纪应该是差不多的。OK， 妈妈来了是不是？我觉得他的这个细腻啊，可以吸引这个异性；他的神秘可以吸引同性。我觉得他的涵盖是非常广的。那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觉得爆发力是非常棒的，但是唯一的一点，我觉得他在表演在视觉方面并没有跟上他的唱歌这个部分，我觉得可能需要慢慢慢慢去把它给跟上你唱歌的这个速度跟水准。志平老师，当然今天我觉得光是看着观众的反应 OK， 我觉得今天就让你过关啊，我觉得你没有什么问题。我觉得我要跟观众讲一下 OK，因为所有的参赛选手呢，其实淘汰剩下来都是很棒，然后每一次比每一次进步，但是我觉得观众也要跟着进步。原因是当在唱歌的时候，我觉得鼓掌每一个在打拍子，大概十个人里面大概有十一种拍子。请问你刚刚唱的时候，你有听到观众在拍手吗？我沉醉在自己的世界。 OK， 很好，很好。陈国华老师，其实你的 key 跟苏芮苏姐有一点差距，可是我还是听得很爽，因为你全身的投入，你的声音的爆发力很够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你的尾音非常好，你的尾音的抖音拿捏真的很好，这个是天分，这也不是
可以教的，但是你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感觉气不大够，所以你气不够，所以到最后那个尾音的时候，有的 pitch 就会很容易掉，但是你还是很棒。是，国伦老师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performance， 很好的表演，很好的表演，你真的是一个位 rocker 来的哈，唱歌非常投入 ，groove 也很好 ，pitch 也很准，哭腔有大量的改善，你的用到恰到好处，这一碗面的味精刚刚好。你要你在风中堆积。12强取18强，现在目前已经淘汰了两位，到底张芸京可不过关？五位老师，3、2、1，请举牌，全数过关，谢谢，恭喜张芸京。